好的，亮颖麦克这边请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们终于约到了，在别人的结婚上变成我们俩约到了。今天当然是非常的开心，虽然时间很赶，但是衷心的祝福小明和 baby。然后今天因为我们俩约很久了嘛，然后居然在别人的婚礼上面成功见面了。我提前预约一下你们俩的婚礼好不好？老板。好吧。好好。再聊。再聊哈，我会死皮赖脸的追着你们的哈。好，再次的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谢谢，欢迎三位，欢迎，好，让我们欢迎著名主。